橙子切一刀，挖出果肉备用。鸡蛋、白糖、牛奶搅拌，倒入橙子里，盖上盖子，水开计时蒸十分钟。橙香牛奶布丁完成。抖音，您真的懂泡面吗？泡面放搅拌机打碎，倒入盆里备孕。火腿肠都打碎，倒入盆中，下四个笨蛋，调料包，葱花，搅拌均匀。锅里刷油，倒入面糊摊平，煎至两面金黄。出锅了，真的是神仙吃法，太香了。抖音，哥哥不昂根个，哥哥不独根个，哥哥不三根个，四根个，五根个，我个开动个，给我一五十。抖音，明天早餐吃什么？つまりは好奇心にとらわれてたんだ。大切なものなら壊したんだ。明かりの灯らないホールケーキ、木製の黄緑踊ってたんだ。クローゼットで待った今日も小さなから。抖音，女孩子别总吃炸串麻辣烫了，红糖糯米饭一定要学费，糯米提前泡四个小时以上，有条件的可以过夜，碗中放入红枣、葡萄干、枸杞，再铺上一层糯米，一定要压实，然后再放入红糖碎，再重复放一次食材，最后放一层红糖，加满水，水开上气蒸50分钟，香甜软糯，非常好吃，赶紧叫男朋友给你做吧。抖音 Oh boy。抖音，用筷子夹紧香肠，先这样切一半，再一分为二，热水里烫一会儿，用牙签穿紧，开最小火，填入蛋黄，翻面煎熟，刷上番茄酱，再撒点孜然粉就好了。抖音，送给你小星星，送你花一朵，你在我生命中太多的感动，你是我的天使，一路指引我，无论岁月变幻，爱你唱唱歌。抖音，抖音。